大家好啊，又是我何Wing了啊，新的环境啊，那啊真的要多谢英格兰超级联赛指定啤酒 Budweiser sponsor 我这一次的评论，这么开心紧来喝杯先啦。嗱，今日咧我哋会讲热刺对曼联嘅。嗱，热刺对曼联场嘅赛事咧，我真系有样嘢好想睇，就系睇下摩连奴能否知耻近乎勇。嗱，大家应该记得之前我哋有一场不伦敦打比，热刺本来系有较长嘅休息时间，因为佢哋唔使坐飞机噶嘛，佢哋比阿仙奴多少少嘅休息时间，但系去到对阿仙奴嘅时候咧。他们是并没有用这个体能的优势，他们并没有积极去压迫，他们反而收缩，收缩呢就比阿仙奴可以更加轻松控球在脚，而且啊还放大了热刺本身的后防线级数问题，结果呢就输了给阿仙奴。当时我的评论就是说，热刺的教练摩连奴似乎骨子里真的比较保守，他始终都是喜欢收缩，他始终都是对于收缩的方法较为有信心，变了他有些执着，而执着呢就令到他忘记了眼前的体能优势，利用不到这一份的体能优势。来到今天对曼联，其实个背景故事差不多的，都是有较长的休息时间，甚或至热刺今次的休息时间是比那场阿仙奴还多。咁究竟今次摩连奴能否吸收到阿仙奴嗰场赛事嘅教训，喺呢一场对曼联知耻近乎勇，改过今次压迫保护翻自己比较疲弱嘅后防线呢，用压迫推翻出去保护后防线，可唔可以帮到热刺今日对翻曼联打得好啲呢？那个答案系热刺今日都终于系有压迫出去，但系有样嘢好得意，亦都好奇怪。即系热刺明明系有较长嘅休息时间，但系踢落去唔觉得有较长嘅休息时间。嗱，虽然咧你会睇到热刺咧今日嘅压迫幅度咧系大过阿仙奴嗰场噶啦，而球员咧都用多咗力咧去冲去全场压迫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啊都系阻挡唔住曼联咧差过半场噶噃。咁即使咧，曼联喺热刺嘅压迫当中都会失控球权啦。咁但系通常曼联失控球权嘅原因咧，系曼联自己失误啫，而唔系热刺咧成功破坏或者抢到个波噶。嗱，通常啦，都系曼联企图去做一啲高风险嘅传送，例如啦，用直线直接送入禁区附近，甚至禁区里边咧，先至会断缆，高风险传送先至断缆。喂，即系热刺嘅压迫效率唔够啊，唔系热刺逼噶。是曼联自己失的。相反，曼联的压迫呢就更加具有侵略性的，更加及时，更加埋身肉搏，更加是准确压住到需要压的对手的。所以曼联就有较好的压迫效率，能够阻挡到热刺差过半场的。热刺失控球权的原因呢，就不是说企图做高风险传送，而是只不过呢做一些正常的传送，到脚的传送呢都是会被曼联的球员截击到抢到个波，明显就是曼联的压迫效率高一点的。讲到这里呢，就真的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要我们去研究一下，就是全场压迫这个战术这么讲求体能，而个事实就是明明热刺班球员有较长的休息时间，为什么压迫的效率都完全不及曼联的呢？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带来的足球理论就是全场压迫或者压迫，高位压迫、中位压迫、低位压迫都好啦。压迫的战术呢就是好讲求体能，咁但是都是讲求七成的部分嘅啫。有另外三成的部分呢是讲緊你的压迫战术同埋压迫的细节。咁所以体能较差嗰边嘅曼联呢，佢哋反而要专心嘅地方就是压迫嘅细节，希望利用压迫嘅细节做好啲压迫嘅细节，去弥补翻同热刺体能嘅差距，甚至咧系企图冲破，企图系好过热刺嘅压迫效率。
嗱，而我哋见到今日嘅曼联咧系相当成功喎。嗱，曼联今日咧系用咗啲乜嘢压迫嘅细节同埋谋略可以扭转乾坤呢？嗱，其实曼联今日嘅压迫背后系有好多嘅思想噶。咁首先咧，佢哋都知道自己应该系冇咁有体能嘅嗰一边，咁所以佢哋咧就好小心去计算自己有几多体能啦，再计划一下。自己到底可以做到几多高位压迫？咁最终咧，佢哋计条数出嚟嘅决定就系暂时唔喺高位压迫嗰度抢波。高位压迫嗰方面咧，就净系负责缩细对方嘅传送路线，或者咧系令到对方只有一条嘅传送路线。咁啊，当对方咧真系选择唯一嘅传送路线嘅时候咧，中低位压迫嘅曼联队友就更加容易估到佢会向边一个路线传啦，捉到路啦，可以及早一啲咧。去一个系唯一嘅传送路线嗰度拦截到个波，抢走到个波，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啦，曼联好多时都可以喺中线附近吓，中线附近咧系抢到个波，咁同埋咧系好 nicely， 即系好清脆咁样样咧，系拦截到对方咧个传送嘅，咁呢个咧就系我所讲压迫嘅细节同埋个策略啦，系用尽自己仅有嘅资源咧去放大最大嘅效率，咁相反啊。熱刺嘅壓迫咧就冇乜細節可言啫喎，冇乜謀略啫喎。嗱，熱刺嘅壓迫咧就係我哋所講照做咯，即係見到個波去到邊就壓到邊咯，見到人哋後邊差多兩腳，自己壓迫唔晒啦，就算數咯，跟住咧就收縮咯。咁即係咧冇曼聯嗰邊嘅壓迫咁有起承轉合嘅思維喎，咁所以啲壓迫咧就冇曼聯咁及時。冇咁及時啊，即係冇咁容易可以埋身肉搏噶咯噃。嗱，呢個情況咧，睇到5分鐘以至成場嘅賽事咧，都好明顯嘅。熱刺唔似有較多嘅休息時間喎，甚至曼聯仲好似有比較多嘅體能優勢添。好嘢！曼聯真係能夠咧喺壓迫嘅細節當中咧，係攞翻個優勢翻嚟，扭轉乾坤。嗱，不過當然啦。如果唔係曼聯啲球員夠晒拼搏、夠晒決心、夠晒魔性、夠晒熱血嘅話咧，都好難做到扭轉乾坤呢一部分嘅。咁所以咧，我除咗咧係要稱讚曼聯教練團隊精心策劃咗呢個壓迫嘅細節之外啦，我哋都仲要稱讚曼聯嘅球員夠晒努力喺呢一度，真係要敬佢哋一杯嘅啊！嗱，睇嚟咧，知此近乎用呢一句説話咧，用嚟形容曼聯球員係多過用嚟形容摩連奴喎。點解咧？嗱，我估啦，曼聯球員應該咧，佢哋就係想喺呢一場嘅賽事當中證明翻俾對面熱刺知道，其實首循環曼聯俾熱刺大炒，只不過係因為紅牌嘅啫，打少個嘅啫。如果係11個打11個啊，其實係絕對有得打。啊！我谂翻转头嗰场嘅赛事，其实曼联未打少个嘅时候咧，大家系均势嘅。而嚟到今日，真系11個打11個，打晒90分鐘咧，你会发现曼联嘅优势系大啲添。嗱，咁所以咧，曼联球员今日咧就系能够证明到俾摩连奴睇，而且我谂咧，有某啲嘅曼联球员甚至系想直接证明俾摩连奴睇一样嘢，就系当时曼联踢得差系因为摩连奴教嘅啫。摩连奴离开咗之后咧，曼联就进步啦。嗱，好啦，讲到呢一度咧，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何冰，你啱啱所讲曼联用压迫嘅细节都攞晒优势啦，点解都仲要落后个上半场？嗱，咁呢一度咧，我哋就要睇正选阵容咯。嗱，热刺嘅正选进攻点咧，有速度快嘅孙兴敏啦，支点能力强嘅哈里简尼，咁同埋咧亦都有速度快嘅卢卡斯摩尼。而曼联嗰方面嘅进攻点咧，系有伤患受到困扰嘅拉舒福特啦，速度都唔算快嘅班诺法兰迪斯，同埋年纪大嘅卡云尼。嗱，听到呢一度，大家都会发现，其实热刺进攻球员嘅本身速度系更快，个人特点亦都更强，状态都更好嘅。热刺上半场嘅入波咧，其实都解释到嘅。咁当时咧就39分钟，其实咧接近是第一次熱刺成功差入禁區產生射門嘅啫，就即刻入波喎。咁你就會睇到咧，盧卡斯摩拉同埋孫興敏嘅速度，以及哈利簡尼做支點傳送嘅能力有幾咁勁。咁但係有幾咁勁都好啦，其他嘅時間咧，其實都俾曼聯嘅壓迫戰術所限制住曬噶啦。
所以如果不是曼联今日的压迫战术细节咁成功咧，咁有效率咧，热刺今日真系有啲机会可以赢噶。所以曼联今日真系扭转咗乾坤咯，成功咧就系限制到热刺球星点嘅发挥同埋机会啦。咁咧就可以等到曼联自己有翻啲时间去等待热刺后防线计时炸弹嘅爆炸，甚至咧就系曼联今日嘅落后咧。是只不過麥湯文尼多手一下啫嘛，即係如果唔係麥湯文尼多手一下拍一拍呢一個咧孫興敏個面嘅話，其實曼聯嗰個入球就會被判合法。曼聯嗰個入球被判合法，咁即係曼聯入波先，係喺32分鐘曼聯領先先，跟住賽事上半場咪1-1咯，就唔係曼聯落後噶啦。嗱、这、呢個炸烏入球咧，其實都已經充分體現咗熱刺後防線級數不足的問題，亦都充分體現了熱刺的壓迫是不能夠保護到條後防線。嗱，曼聯本來咧係喺後場猜波嘅階段，熱刺本來都有嘗試壓迫，但係個壓迫就非常之鬆散。曼聯猜多兩嘴啫，就猜過到半場啦。咁跟住咧就是、控球在腳，咁啊可以咧等待熱刺後防線嘅爆炸。你可以見到熱刺當時嘅後防線咧係絕對夠人嘅。而曼联嘅进攻点都冇拉边，都冇咧就系用尽到球场嘅宽度。而今日扮演左边进攻点嘅普巴，只系企喺禁区顶嘅中路啫。佢本来咧系背住个龙门去呢一个咧接应个波嘅，所以咧其实普巴本来系好难可以再继续向前做嘢噶。喂，但系普巴咧竟然系可以轻松转身，好似我咁攞住啲嘢转身仲得噶，轻松转身。仲可以繼續向前做嘢添，一飲杯先真係，真係輕鬆到有時間咧可以飲杯添嘅，輕鬆轉身向前繼續傳送，而且更加大鑊嘅就係卡雲尼都可以輕輕鬆鬆插入禁區，如入無人之境咧，第一時間射門入網嘅。咁當中熱刺究竟發生咗咩事呢？其實就有兩大嘅問題，首先應該要 mark 住普巴嘅奧利耶咧。是冇做到最基本嘅动作，顶住对方进攻球员嘅背脊。其实你顶住佢，佢转唔到身，嗰、那个直线就冇咁及时，冇咁快可以做到入嚟㗎啦。佢唔做，曼联咪更加容易进攻囉。跟住迪亚亦都系冇追到卡云尼囉。所以呢就有一个咁严重嘅问题，令到本来真系好难嘅中路突破都俾曼联好流畅好容易咁样做到出嚟囉。曼联呢个是中路突破的组织方法，英超那方面一直都很难做到，但是对着热刺就成功到，你就知道热刺后防线有多矮。去到下半场，热刺的压迫是继续没有办法阻挡曼联差过半场，所以曼联的控球时间就开始越来越多，开始越来越多时间等待热刺的计时炸弹爆炸。下半場真正攀成平手入波，那個原理其實跟上半場的炸壺都接近一樣的，炸壺就救不到熱刺了，這個被追成平手的事實都是要來的，這就我們所說的醜婦終須見家翁了。又是高難度中路突破，又是可以成功，本來很難成功，但又是熱刺班防守球員沒有頂住曼聯球員的背脊，拉舒福特輕鬆做支點，費特輕鬆鬆入到禁區頂那裡攞到波，還有時間送直線，是沒有人在中路跟插入去的卡雲尼，唉，這麼高難度的中路突破現在做到這麼流暢這麼容易，曼聯都追成平手了。嗱，熱刺依家啦，英超積分榜裏邊啦，係落後第四位嘅韋斯咸6分。咁而且啦，熱刺經驗冇咗歐霸冠軍嘅捷徑，咁所以理論上今日係必須要贏曼聯，先至可以保持住歐聯席位嘅希望。咁應該咧係要繼續用4-2-3-1同曼聯嘅4-2-3-1搏火至係嘅。但係摩連奴咧見到俾曼聯攀成平手之後，竟然係作出更加保守嘅調動啦，用斯數高去取代有創造力嘅盧斯數。只能夠講啦，就係熱刺已經錯過咗上半場有體能優勢而壓迫嘅機會，之後啦開始收縮就會暴露後防線嘅級數問題，所以摩連奴嘅調動咧就唯有更加保守，咪變咗只可以求和啫喎，好難贏翻噶咯。咁當然啦，亦都冇及早咧就更換進攻點去幫個反擊加速，所以九守必失嘅劇本咧又再次出現，而勝利嘅機會咧就逐漸落喺曼聯嘅身上啦噃。
其实呢，热刺下半场都有啲机会可以入到禁区射门，但有冇留意一样嘢？就系热刺嗰啲机会呢，系佢哋要喺禁区里边搞好耐，搞好耐先至揾到嗰个射门嘅空间同埋时间嘅。调翻转头，曼联咧喺禁区里边咧就可以快啲射到门，或者即刻射到门噶噃。有咩分别呢？分别就系热刺嘅组织真系冇曼联嘅组织咁流畅。曼联嘅组织流畅啲，咪可以即刻射门咯。热刺嘅组织冇咁流畅，咪冇咁快可以射门，要成日搵时间射门。你越搵时间射门，即系越俾时间对方防守嘅啫。亦再推深啲咁样讲啊！即是说啦，曼联的防守能力其实就好过热刺，所以呢就令到热刺的组织冇咁流畅。其实热刺同曼联的进攻层次差唔多㗎，咁所以呢就係热刺同埋曼联的进攻效率有差距，就係双方后防线嘅能力差距。曼联后防线嘅级数就係高过热刺，咁所以虽然今日係一场入球多嘅赛事，但係其实决定胜负的关键是在防守的这一 part， 包括压迫的细节和后防线的级数。曼联为什么可以在78分钟反超前呢？未就是又是因为中位压迫的成功，费特又抢到个波，又赢到个防守，跟着就轮到卡云尼的头槌，针对到迪亚和奥利耶的弱点。苏斯一齐用卡云尼，用得几醒目、啊。不过呢，有曼联的球迷提醒我，就话赛前呢，其实呢一个系詹士有啲受伤啦，格连沃特都有啲受伤啦，咁所以呢，苏斯一齐用卡云尼呢，都系冇乜可以选择噶啦，都系一定卡云尼正选啦，所以呢就未必系苏斯一齐故意用卡云尼去针对迪亚呢一 part， 未必系苏斯一齐嘅故意针对性部署嚟嘅。不过姑勿论点讲都好啦，曼联今日始终就系技术性击倒咗热刺。点解入咗第三球？第三球又系技术性击倒嘅，费特又喺中位压迫嗰度成功抢到个波，咁样先至可以咧，俾普巴发挥佢嘅运身解数，同埋教练沃特只右脚嘅级数啊嘛。嗱，曼联踢到95分钟都唔似系体能优势较差嘅嗰边，亦都唔似系休息时间较少嘅嗰边，所以今日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同大家探讨嘅，就是明明熱刺真的有較長的休息時間，但是為什麼他們真的沒有體能優勢的呢？我跟大家呢就是想了三個可能性的。第一個可能性呢，就是熱刺雖然是有較長的休息時間，但是都確實沒有體能優勢，即是他們積累了很多疲勞，在前面積累的疲勞來到現在呢，就是一個叫做後遺症的出現。但是這個可能性不大的。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摩連奴骨子里始終都是保守啦，即是始終都是不壓迫的啦，都是喜歡收縮的啦。但是這個講法又未必站得住腳，原因就是今天熱刺都真的有壓迫，只不過是壓迫得不好而已。所以啦，最有機會呢都是第三個可能性，就是摩連奴的壓迫根本啊，就是不夠先進，甚至有點而落後添。嗱，你會發現咧，熱刺今日的壓迫咧，真係冇乜細節嘅啫，亦都冇乜計算嘅啫。你反而你會見到曼聯的壓迫咧，充滿計算，充滿計劃。咁即係點咧？咁即係話咧，曼聯係喺僅有嘅資源底下發揮到最大嘅效果。我哋所讲嘅事半功倍，但系摩连奴嗰边嘅压迫咧，欠缺细节，欠缺计划，就系事倍功半啦。嗱，摩连奴一向啦都系善于计算比赛嘅，喂，但系今日竟然咧系计输咗俾个后辈苏斯克查喎。摩连奴嘅光环减退，而最开心嘅相信都系曼联球员同埋曼联嘅球迷啦。摩连奴离开曼联呢，就大有进步。摩连奴加入热刺，热刺就退步晒。嗱，今场赛事就相当精彩啦，咁啊，所以咧更加要多谢英格兰超级联赛指定啤酒 Budweiser sponsor 我今次嘅评论，饮杯先。我哋下次好快再见噶啦。
拜拜。